家估我而家喺边？其实呢度系南丫岛嚟噶。原来索古湾码头对面有个 YMCA 嘅户外活动中心，面积有成42个足球场咁大。呢度咧 total 有3个 campsite， 分别有湖景啦、山林同埋 main camp。我咧就最中意呢个湖景，好少可以喺香港可以喺湖边露营噶。呢度就好似自成一角，周围都可以听到虫声同埋雀仔嘅叫声，对岸又不时会有白鹭飞过，成个环境好正好超啊！除咗露营，呢度仲有唔少户外活动，最受欢迎一定系天然攀岩。话说呢个山头由1978年开始就系南丫矿场，冇咗采石之后，先开始种树、建丛林，将旧有嘅矿场绿化。而攀岩场就喺主营区嘅后方，有4条 BB 级难度嘅攀岩路线，教练话6岁小朋友都可以玩到噶。耶！ Yeah， 我上到嚟最顶啦！别 check 呢个占地4公顷嘅人工湖，夏天有水上充气乐园，而家都可以玩到水上活动。呢度仲有个私家湖叫做苏心湖啊，阵间我就要第一次玩独木舟啦，好紧张啊！今日第一次参独木舟，然之后有教练陪我，哈哈。游湖仲有另外一个方法，就是踩单车啦。租架越野单车，慢慢欣赏湖边风景。靠近海边，仲可以望到索古湾同海洋公园一带嘅景色，吹吹海风，顺便放空一下。夜晚参加埋 campfire 活动，大家仲可以坐喺火堆边，自制烤棉花糖饼干，连同朋友倾偈，零舍有气氛啊！或者报名学整翻个荷兰窝香草烤鸡，做法简单得嚟，仲好有风味。如果未有师傅露营用品，亦都唔使担心，场内都可以即场租借营帐、地席、天幕、露营台等同路具噶。